hội thoại 欢迎光临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我想先自己看看。好的，如果有需要，请叫我。您好，请问可以让我看看那双蓝色的阿迪达斯鞋子吗？可以。 没问题，我想试穿一下。没问题，您平时穿多大鞋码？四十三的。现在这双是四十四的，可能太大了。我去后面储藏室给您拿四十三码的。谢谢。 穿着感觉怎么样？特别舒服。请问多少钱？四百六十九元。今天是本商场周年庆，所有商品打八折，原价是五百多的。那可真是挺合适的。帮我收好吧，我去收银台付钱。好的。

打折，收银台，付钱。